张书伟日前加入八点档电视剧《市井豪门》的拍摄工作，并和剧中女星谢金颖擦出爱的火花，引发网络热议。对此，两人后来也对外大方公开认爱，令大批粉丝惊喜不已，纷纷为两人送上祝福。最近热恋中的小两口在公开认爱后，首度在社群平台同框晒恩爱，吸引大批网友关注的目光。14日，陈熙峰在社群平台发文庆祝母亲节，并晒出多张和家人及朋友的合照。特别引起众人讨论的是，照片中惊喜出现，刚刚认爱不久的张书伟和谢金颖。只见两人都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，打扮非常休闲，亲密靠坐在一起，画面散发许多甜蜜的粉红泡泡。超幸福的照片曝光后，直接闪瞎大批粉丝啊！